我注意到有关的报道，我也注意到今年以来已经有数名中国公民在美遭枪击身亡，成为美国枪支暴力的受害者。美国涉枪犯罪率常年高居世界第一，枪支暴力致死人数不断攀升，成为美国最严重的人权问题之一。我们呼吁美国政府正视这一问题，采取负责任行动，保护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所有在美人员的生命和人权，避免悲剧重演。